正常看上面就觉得哦，梅亚跟梅亚出去买宵夜，他们等一下下面，又装装小姐，我是穿上面的睡衣，他是穿下面的。女生拍拍贴机有多忙，明明拍不到脚却要凹个脚丫子，卖萌装傻样样来，你的我的妈，看看我这神速是不是很厉害，头发整理一下揪起脚丫，不管怎样都要三八起来，不够三八你就输了，韩服配警帽又是哪个新潮流啊，举起粉色熊熊笑得挤出双下巴呀，哎呀，室内太阳好大啊，戴起墨镜晒晒花呀，旁边还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女生拍照时的荒谬现场啊。B，你到家了吗？到家了呀。就是浓，其他东西都没有，一个红唇浓浓大了，浓妆艳抹。老公，今天的妆是淡妆还是浓妆？淡吧。对喽，对喽。